WiFi 6及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是 WiFi 标准的名称，是 WiFi 联盟创建于 IEEE 802.11 标准的无线局域网技术。WiFi 6将允许与多达八个设备通信，最高速率可达 9.6 Gbps。WiFi 6主要使用了正交平分多址、多用户多入多出等技术。多用户多入多出技术是允许路由器可以在同一时间与多个设备通信，而不是按照顺序依次进行通信。多用户多入多出允许路由器一次跟四个设备通信，然而 WiFi 6则将允许其与多达八个设备同时通信。除此之外， WiFi 6还利用其他技术，如正交平分多址技术和发射波束成型，两者的作用分别是提高传输效率和网络传输容量。正交平分多址系统可以动态地把可用的带宽资源划分给实际需要的用户，非常容易地实现了系统资源的优化利用。